法师、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，皈依大摩，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，注重中尊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，皈依大摩，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，注重中尊。阿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，两足中尊，皈依大摩，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，注重中尊。请看《大经可注》第739页、739页，倒数第五行。倒数第五行，第二，出菩提心明体者，这是道卓大师与菩提心有四番议论，就是他有四段的解释。前面第一段显菩提心的功用，我们学习过了。今天从第二段开始，第二，出菩提明体。然菩提有三种，一者化身菩提，二者报身菩提，三者化身菩提，有三种。下面呢，再为我们解释。言化身菩提者，什么是化身菩提？大乘经里面，我们常常看到所谓真如、实相、地也一空、自性清净、体无秽染、离除天真、不假修成，名为法身。佛道体本名曰菩提，这是说的法身。法身相当于现代哲学里面所说的本体，也就是整个宇宙从哪里来的，根据什么来的，这都是说的法身。身这个意思就是本体，法
是万法。禅宗六祖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跟我们说，何其自信，能生万法。万法是宇宙，圆满的宇宙，完全的宇宙，啊，我们给他称起，设他一个名字，建立一个名号，叫他做法身。一切法都是从这个身所生所现，啊，所以佛法里面没有造物主。中国传统文化里也没有讲到造物主。啊，传统文化里面，《易经》是最重要的一部经典，里面讲到八卦啊，所谓一生，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法，跟佛法讲的非常接近啊，这个不是迷信，这是事实真相，本来就是这个样子的。有没有人见到？有。禅宗里面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见性是什么？见到发生的。见到宇宙的本体。能生万物，这个法身啊，它有包括这么多的名相，这此地只是略举几个而已啊。佛在讲经教学，随口而出几十种上百种之多，这名词术语，讲一桩事情。为什么不用一个名词？怕我们执着，因为本体没有名字，叫什么名字都不恰当，所以用很多的名相来表达。众多的名相是一个本体现的，从众多名相当中体会本体，本体说不出来，立言说相啊，绝不是一个名相能表达的，所以它不是名字相，我们对它只有用真诚心去体会。什么是真诚心？这你说的法身就是真诚心。真诚到基础，你恍然大悟，明白了。明白之后能不能说出来？说不出来。明白人跟明白人，你说他懂，他说你懂。没有见性的人跟见性的人在一起，见性人怎么跟你说你也没办法体会
啊，接受了，含糊笼统地接受了，不是完全明了，完全明了见性了。啊，像慧能大师在五祖面前，五祖给他讲《金刚经》，讲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，他明白了。五祖明了，他也明了。啊，明心见性，性是什么？什么样子？啊，说来听听。他说了五句。啊，何其自信，这四个字就是没有想到自信本来清净。本不生灭，清净就是从来没有染过。我们每个人都有自信，我们的自信跟诸佛如来的自信无二无别，同是一个。我们跟阿弥陀佛的自信没有两样啊！见性成佛，佛是什么？见性的人，只要见性的人都称之为佛。你见到自信，你是佛。他见到自性，他是佛；没有见到自性，也是佛。为什么？自性没有生灭，只有迷悟不同啊。悟了啊，我们称他作佛；迷了呢，称他为众生。天、人、六道是法界。啊，迷了自性的人，佛为了教学方便起见，假设这些名相啊，在教学交流当中啊，你很容易懂得。真正契入境界了，名相不可得，名相是假的。啊，不但名言是假的，所有一切现象是假的，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、自然现象，没有一样是真的。什么叫真？什么叫假？大乘教里面的标准，不生不灭是真的，有生有灭是假的。物质现象有生灭，你看人有生老病死，啊，植物有生住变异，啊，矿物星球的地球有成住坏空，只要是物质现象都有生灭，这个里面找不到不生不灭。它有没有不生不灭？有，在哪里？化身不生。发生能现，现一切相，设法界一真庄严，也包括了极乐世界，包括诸佛刹土，都是有生有灭，幻象啊！啊，《金刚经》上说，一切法包括诸佛刹土
包括诸佛的三身，都是显现的啊，自性变现出来的，自性变现出来这些相现象，不能说它有不变呢，不变不能说它没有啊。什么时候变呢？有缘就变，没有缘就不变啊。不变叫隐，隐藏起来啊，隐不能说它无，现不能说它有跟我们六道十法界不一样啊。他觉，这个觉就叫菩提，菩提是印度话啊，就是什么明了，究竟是一回什么事情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利言说相，言语无法表达，念头心想也想不到，语言不到，这是事实真相，叫实相。实相无相，从体上讲的，从能现的自性上讲的啊。实相无不相，是从他起用上讲的，他遇到缘现虚空法界，不能说它有。隐不现的时候，不能说它无。所以说它叫第一义空。啊，用这么多的名字来，啊，自性清净，慧能大师说得好。要知道，我们的自性，自性就是真心，能生万法，从来没有被染污，生他也不染污，那染污的是什么呢？染污的是妄心、阿赖耶、摩那、意识、三心二意。啊，阿赖耶、摩那、意识叫三心，二意呢？二意不说阿赖耶，只说意识。第六意识跟第七识摩那，意识分别，莫那染污，妄心不是真心的啊。自性是真心，真心是清净的，体无秽染啊，没有染污。离除天真，不假修真，它是本来有的，
破迷开悟啊，他就显出来了。弥勒说的在不在？在。虽然在，我们八十圆不到啊，眼耳鼻舌身，眼见不到，耳听不到，鼻闻不到，啊，身体接触不到，六根圆不到，他在，在哪里？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。他像什么样子？像虚空一样，不是物质，也没有念头，啊，也不是我们想象当中自然现象，我们根本就圆不到它。它真有，它存在，啊，离出天真呐、啊，这个天就是自然。本来就是啊，不加修正。那我们今天修行修什么？不是修真，真是本有的，用不着修。现在所修的就是把我们八十圆不到的那些障碍物，把障碍物去掉，天真的自信自然现前，这个要道理啊！无论是事法是佛法，从哪里下手？我初学佛的时候，第一次跟出家人见面，这个出家人张家大师，我就向他请教。我听说方东梅先生将佛法介绍给我，我知道佛法的殊胜，知道佛法的高明，我向他请教有没有方法让我们很快就能够契入。我提出这个问题，我没有感觉，老师有啊，感觉到这个年轻人心浮气躁，啊，所以他看着我，我也看着他。他看着我，可要看到我这浮躁的习气降下去了。我看着他，我等他的答复。等他老人家开始，那时候还不懂什么叫开始啊，等他教诲，我们等了半个小时啊，大概浮躁的心，浮躁的习气降温了啊，断决定断不了啊，只是降温了啊，他可以跟我说了，说了一个字，有。你看我在那等，等了半个多小时，等到一个字有。有怎么样呢？他又不说了。啊，因为我们听到这个有啊，精神好像振作起来了，我都注意听了，有。他也不说话了，
啊，必须等到你浮躁的气降到他认为可以告诉你的时候，他跟你说话。啊，认为还不够啊，那慢慢等吧，像入定一样啊，什么念头都没有，一心一意专注听他老人家说话。啊，这个等的时间没前面长，前面等了半个小时。啊，这个游子等了大概七八分钟。啊，告诉我六个字。他说的话一个字一个字说，很慢，速度很慢。看得破，没这么快啊，我说得很快。放得下，一个字一个字说，看得破啊，说得非常有力，说六个字。以后我们读儒家的书，读孔子的书，四书，大学中庸，论语，孟子，我们看到了大学开宗明义所说的，跟我那一天向张家大师请教的好像一模一样。啊，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。明明德什么意思？他讲三个字，佛讲四个字，明心见性，就是明明德了。明德就是自信。自信现在迷了，不明了。佛陀的教学恢复明，明德，明明德就是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，就毕业了。啊，明明德之后，还有吗？有，你自己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了。见性之后做佛，佛要教化众生。啊，教化众生就是清明。这个名字代表六道众生，代表十法界众生，要帮助他们大家个个都明德了，明明德了，这是大乘佛法。啊，止于至善，就是觉心圆满，自己明明德圆满，教化众生明明德也圆满，这大小小的。从哪里下手？从格物致知，格物就是放下，致知就是看破。张家大师教我的，
啊，格是格斗，是格杀，是格处，就是放下。欲是什么？欲望。你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都没有离开七情五欲。啊，七情五欲是什么？烦恼啊，习气啊。你都要把烦恼习气放下，那是妄心。妄心放下，真心就现前，就这么个道理。你看四书大学中庸论语上所说的，跟大乘佛法境界相不同，同啊，一样的名词不一样啊。中国人叫明德，印度人讲自信，讲真如啊，真如就是自信，讲法身，讲了许许多多的名词，通都是说这桩事情啊。这桩事情从哪里下手，你才能证得放下，放下所有的欲望。为什么？自信里头没有欲望，只要是有欲望，自信就被染污了。只要有欲望，自信就迷了。没有欲望，甚至念身都要放下，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念头要放下，也是假的，也不是真的。念头是妄想，是分别，是执着，自性里头没有啊。它起来是一片乌云，把自性盖住了。你把它赶走，把它放下，它不起作用了，自性就现出来了。啊，要放得彻底。这是真正修行人啊，从思想上修。这是佛陀教育里面儿童班的、幼稚园的啊，不错，是从幼稚园慢慢提升。释迦牟尼佛当年开悟之后，教学就从这开始。啊，到鹿野园去度五比丘。啊，度他们干什么？让要叫他们来当助教啊。啊，佛有五个助教啊，白小学。佛教什么？讲阿含，讲阿含，这五个人能听懂啊，辗转教化众生。佛陀的小学12年，讲阿含经，乔成儒尊者这些助教啊，以后训练了1255个比丘。换句话说，佛陀就有1250个助教，展开普遍广泛的教学啊。小学办了12年，向上提升中学，中学讲方等啊，方等经好比是中学8年。
跟前面接上二十年，这个二十年是扎根、深根、根深蒂固，这才叫大学，是释迦牟尼佛一生教化众生最主要的，是在这一个阶段。这个阶段多少时间？22年，讲般若。般若是智慧啊，没有前面的功夫开不了智慧啊。前面12年着重在定、戒、戒律，方等8年着重在定呢，因戒得定，因定开慧，智慧开了，才能够接受般若。般若22年，最后8年研究所讲法华。法华是什么？是教这些菩萨，学般若的菩萨再提升一层，成佛了，成佛的法华啊，开智慧的楞严。这个佛门弟子听得耳熟啊，要懂得他的意思。啊，我们学佛啊，也要按这个顺序来学。不是金蝉佛寺，这个要明了啊。释迦牟尼佛一生没做过金蝉佛寺，他老人家在世一生教学，开悟之后教学一直教到圆寂，80岁走的，整整教了49年，30岁开始，80岁圆寂。啊，我们中国人讲80，外国人讲79。啊，外国人算10足年龄，79岁。啊，所以他老人家是个道道地地的教育家、老师啊。啊，中国有个老师孔夫子。印度有个老师释迦牟尼佛，啊，我们一定要懂得，啊，宗教教育非常重要，啊，宗教教育维系了西方的文明，啊，西方人今天不相信宗教了，东方人把老祖宗孔子、孟子、释迦牟尼佛教会丢掉了，啊，丢掉以后是什么状况？就是今天社会的状况，社会动乱，地球上的灾变很多啊，这个诸位要知道啊。啊，现在多少有些人，我们见面的时候问我的人很多，这个世界还会不会有和平，还会不会有安定？多少人在关心？啊，西方的汉学家，欧洲的，对于中国传统文化，确实下了功夫，啊，研究得很深。
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认知超过我们一般人。啊，瑞典的江本看提醒我们，汉字不能废。啊，汉字是讲中国的文字学，要保存下去，不能废除。文言不能够废除，要保存。经书必须读。啊，古圣先贤经书，中国图书分为四类。第一是经，第二是史、历史，第三是子书，诸子百家，第四是文学。啊，所以四库是这么分的：经、史、子、集。啊，经是什么人说？圣人说的，就像在佛经里的佛教里头，经是佛跟菩萨说的。啊，甚至于中国人很严谨，八观很严谨，佛说的称为经，菩萨说的称为论，不称为经。啊，菩萨称为论，论就是经的注解，经的讲解，用这个我们要知道，子是一家之言，他没有到大彻大悟，但是他所说的很有道理，啊，对社会有正面的影响，也是很好的东西，啊，帮助我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。啊，文学那是诗词歌赋，给生活带来情趣，带来幸福快乐的人生。啊，那么就分这四大类。啊，佛法里头也是这样分法，但是佛法对于文学不是很重视。啊，对于伦理、道德、因果非常重视。啊，所以发生是本有的，除去一切虚妄真实就现前。啊，它是不生不灭的。虚妄的都是有生灭，生灭有生有灭，不是真。啊，那么换一句话说，我们对发生这两个字要有一个正确的概念。发生之体，化身的根本就叫菩提。为什么？他觉而不迷，他从来没有迷过。啊，现在迷了不是他迷，是众生迷了。众生对于境界以为是真的。啊，我们到这个世界来，第一个得到人身，都认为这个身体是我。错了，身体不是我，我不生不灭，不生不灭发生，发生是我，这肉身不是我。我们现在借这个假的肉身，要把我们的真身找回来。
叫修道，这叫真的无上菩提啊！所以菩提是佛道本体，佛道的根本。啊，是体，是根本，啊，这叫菩提。那么叫报身，这个法身，啊，在其次的第二个报身，报身菩提，备修万恨，能感报佛之苦。报佛是修，报身是修的。修到什么时候报身现前？明心见性，大彻大悟的时候报身现前。那为什么呢？你往生到极乐世界十宝庄严土啊，不求往生极乐世界，那肯定你是往生到释迦牟尼佛的华藏世界。华藏世界是释迦牟尼佛的十宝庄严土。娑婆世界的化身菩萨都住在那边。所以他是修成修六度万恨啊，就能感得报身的佛果，以果酬因，所以叫报身。圆通无碍，这叫菩提。它圆满通达无碍啊，事出世间一切法，过去现在未来，你向他请教，他都会告诉你，他都能为你解答，都能教导你。化身菩萨，化身大士啊，他们的智慧是从自信流露的，不是学来，学不来，学来的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我们再看最后一个化身菩提，为从报起用，能去万机，名为化身。这化身是什么？释迦牟尼佛三千年前在印度降生啊，示现八相成道，教化众生，住世79年，这叫应化身啊。为什么呢？他视线跟我们人一样，有入胎有出胎啊，有从小孩慢慢长成啊，经过这个阶段啊，求学修学修学修学开悟啊，正果教化众生。他能以这个化身教化一切众生，化身无量无边的。你跟他有缘，
他就现身来教你，来督促你。啊，帮助众生，成就众生，众生根性不一定。有的时候，一个众生要多生多世才能救，不是一生就成就的。啊，佛菩萨慈悲，生生世世跟着你，不离开你。啊，有机会，他就教你，你想觉悟。想走觉悟的道路，他就来帮你。你没有这个念头，他暂时不理你，看住你。啊，有觉悟的心，他就来了。所以，有悟，悟是人悟，包括求法界、九界众生。一是利益了，人是圆满通达啊，所以这叫这些人在我们人道，在中国历代诸佛菩萨祖师大德应化在世间，每一个朝代都有人啊，大乘佛教在中国八大宗都有祖师大德出现，那都是化身啊，如根道也不是凡人，他们帮助佛法，大乘佛法铺垫根基啊，因为儒道代替了孝成，中国没有孝成啊，儒跟道比孝成容易学，是我们本土文化啊，直接通大成，这个实验做成功了啊，所以孝成经教道场，唐朝中叶之后就没有人学了。啊，唐朝初年还有，隋末唐初还有居士宗，有陈师宗。啊，唐朝中叶之后没有了。啊，真的完全是被儒道代替了。那么下面有解释啊，第二，名菩提之名，菩提之体，把它分成法、报、化三身二论。化身菩提就是真如实相，第一义空。啊，自心清净，体无染秽染，此即禅宗六祖语文无住身性，豁然大悟时所说的何其自信本自清净也。这就证明啊，即何其自信本自具足，因本自具足故不加修成，自信里头本来有，所以不需要修啊，用不着修啊，道理啊就在此地啊。五祖听了之后
就把衣钵传给他了，他就是第六代祖啊，并且告诉他，这就对他的开示，不舍本心，学法无益。舍本心，这是认识。舍本心三个字，就是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啊，要不舍本心，你所学的是佛学常识，不起作用。不起作用就意味着依旧搞六道轮回，出不去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佛法的教学它的宗旨在哪里？不能不知道啊。它的目的在哪里？啊，如果不知道教学的目的跟宗旨，我们这个学习真正利益决定得不到。啊，所以若舍自本心，见自本心，即名丈夫，天人师佛。这就成佛了。成佛就是天人的老师。佛无论现什么样的身份，实现什么样的工作，用意全在教学。叫什么？帮助别人觉悟，这叫这个啊，这是不能不知道的啊。慧能大师当时还没有剃度，只是庙里头一个义工啊，一发这个心，他就成为祖师了。他一离开这个庙，他就是祖师了。啊，随着正可为菩提心论中说的，若修正出现，则为一切道师。不起于坐，能成一切佛事，是证啊。这一段举慧能大师做证明啊。啊，确实如此啊。法身啊。啊，这报身啊。下面是报身。法身本具，乃性德。修德有功，性德方显。故备修万恨，功德庄严，得报身佛果。报身原名具德，通达无碍。故曰圆通无碍，名为报身菩提。我们读了这个四段文，这个四段的第二段，后头还有两段，读了之后对菩提心有个概念啊，最重要的要发心，发心不知道怎么发法。经论上讲的这么多，多了
不能消化，不能透彻明了，怎么办？从经论注解就是论述，我们用的这个本子，经下联句老居士汇集的，注解是黄念祖老居士汇集的，通通都是汇集的。念老用了83种经论，110种祖师大德的注解，内容非常丰富，我们初学不能完全消化，又想得到利益，那怎么修法？方法有，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做出榜样啊！他都能学成，我们难道不能成就吗？他用什么方法？他不认识字，没念过书，一生没有听过人讲言佛法，没有听过一次讲，没有念过一遍经书，他靠什么？一句佛号啊，给我们做证明啊！他一句佛号念了，99年。92年，他112岁往生的，20岁出家，师父就叫他一句阿弥陀佛，告诉他，一直念下去，明白了，不能乱说，不能说。这什么意思？我们要知道，师父说的这句话可不简单呐！师父不是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的人，这个话说不出啊。师父是佛化身来的，他有成佛的条件。什么条件？老实、听话、真干，这就是一生成佛必须具备的条件。他这三个条件统统有，所以老师对他就特别欣赏。师兄弟再多没办法成就，他能成就，果然没错。他从20岁剃头那一天开始念佛，佛号就没有中断，除了睡觉佛号中断之外，平常无论干什么工作，心里面佛号一句接着一句不中断了，92年不中断。他念到什么功夫？给诸师念到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，就一句佛号。真的
一点不假。你们大家如果能够把黄念祖老居士最后的一份报告《进修捷要报恩谈》这部书，你能从头到尾念一百遍，你就明白了，你就相信了。你能够如法炮制，向海贤老和尚学习，也念这句佛号，我相信你这一生决定往生净土，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决定一生成佛。你的事情就解决了，不难啊，难在这个佛号不间断，不间断才行，间断就不行啊，信心坚固，往生的愿望恳切，啊，他念佛多久？取得往生，我告诉大家，他取得往生的资格，决定能去成。阿弥陀佛来接引他，顶多25岁，5年呢、啊，最多5年。如果是一般状况，3年。那像他那种个性，那佛号不阻断的，顶多1年。他就取得了啊，取得为什么不去？寿命那么长，那是什么？阿弥陀佛加持给他的啊，阿弥陀佛不让他去，教他在这个世间表法。所谓表法，做榜样给大家看，给佛门弟子看，给净宗弟子看，是这个意思。我估计他的寿命应该也只有70-80岁啊，不可能有112岁。这个都是阿弥陀佛加持啊，他不负阿弥陀佛的期望，他做得真好啊！啊，确实是修行人的好榜样啊！张家大师所说的，佛法重实质，不重形式，他是一个重实质不重形式的修行人，一句佛号念到底啊，为我们末法这个时代，这个时代社会动荡，人心没有依靠，这么个时代干什么事情都很难成就，念佛也不例外，他来给我们做证明。证明什么？第一个证明是他自己本身见阿弥陀佛，我估计10次以上。那我们的初祖慧远大师一生当中见阿弥陀佛，见极乐世界
只有四次。啊，他这个从得功夫成片开始，得功夫成片，我估计顶多五年，25岁，以后这么长的时间，到112岁，见阿弥陀佛10次不稀奇，到极乐世界10次也不稀奇。告诉我们，极乐世界真有，阿弥陀佛真有，48愿度众生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坚定我们的心愿，劝我们信愿持名，求生净土啊！啊，第二个，为我们表法的，这应该是阿弥陀佛特别的嘱咐。我们净宗有灾难啊，最近这个20年当中，反对慧济本的人太多了，批判我们依照这个本子修行的人太多了，许多人听到这些批判，不敢学这个经啊，把这个经本放弃，去学康僧开的本子。啊，对我们依慧济本，依黄念祖老居士这个扩注产生怀疑啊，信心失掉了，这个问题严重啊，所以他来给我们做证明啊，一定阿弥陀佛教他的。什么时候你看到有一部书叫若要佛法心，唯有生战生，见到这本书，阿弥陀佛就接他往生，是他天天盼望。谁会送书给他？没人呐。为什么？他不认识字，他一生没念过书，那人家送书给他不是开玩笑吗？是不可能有人送书给他了啊，这没想到13年啊，这个前年啊，就有一个同学带了一本书，老和尚一看到有个人带书来，就问他这书叫什么名字，他就说这个书名叫若要佛法心，唯有生战生。老和尚听到之后高兴得不得了，从来没这么喜欢过，赶快回到房间穿袍大衣，邀请别人给他照相，大家感到很惊讶，老和尚一生没有主动要求别人给他照过相的啊，这是他一生第一次啊，所以感到很惊讶。照完相之后3天就走了，2013年的1月啊，3天就走了
这是给我们证明。因为这本书就是为这桩事情写的。啊，很详细。引经据典，告诉大家，下莲老汇集本，每一个字都是佛说的，都是真经。他汇集没有敢改动一个字，啊，都是原译本里面的原字，啊，他只是重新把它排列，给它组织。啊，字字句句都有根据，念老的注解也如是，每一段注解都注明这一段文从哪里来的。注明出处啊，不是他自己的意思，不是经论里面的文句，就是祖师大德的开始。啊，字字句句都有根据，有依据，不是假的。证明这个注解上字字句句正知正见。多么难得稀有。那第三个证明，我们依照这部经这个注解修行没错啊。我们就放心了，啊，没错误啊，啊，真的起了这个效果，很难得。我们要感谢老和尚，啊，不是老和尚，我们再过几年，可能信心都会动摇，啊，老和尚这样一表法。我们死心塌地，再也不会动摇了。啊，我们得到的这个经，得到这个注解，都是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一点，我们遇到了。啊。所以从报身流现出化身，化身就多了，随即化现，妙用无穷啊，故曰一无圆通，名为化身菩提。海贤老和尚也不例外啊，也是佛菩萨化身再来啊！啊，老和尚委托他，就他这个好样子，行，多留几年，多影响几年，啊，那么这是我们第二段。菩提心的名，菩提心的体，体就是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，无量智慧。下面第三，啊，第三段，显法性有义，啊，虽然都是法性，法性不一样啊，敬畏行者，修因法性。聚其三处，啊，这个发心三种要注意，我们要学，啊，那前面都是道周法师的话，啊，这是我们净土宗应该说是第三代祖师善导第四。第一会员圆光大师
第二贪乱，第三道主。请看道州大师的原文：先发心有意者，今为行者，修因发心，具其三种。一者，要须实达有，从本以来自心清净。这头一个，真的六祖坛经慧能大师开悟的第一句话。要认识有无，什么是有，什么是无？哦，这个不容易。《金刚经》上告诉我们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；一切有为法，有为法就有生有灭，如梦幻泡影。又说一切法毕竟空，不可得，无所有啊。金刚经这些经文很多同学都读过，比什么都重要。你要把这些东西都通达了，都搞明白了，你能不放下吗？当然放下。放下什么？有无都放下。有是有为法，一切法不外乎这两类，一个有为，一个无为。啊，《不法明门论》就是把这个讲清楚，讲明白。啊，有为法95种，啊，94；无为法只有6个，6种无为法。先放下有为，再放下无为。有为无为统统放下，就明心见性。为什么？有为法障碍自性呢？怎么不能见性呢？啊，有为的都见思烦恼、尘沙烦恼；无为法里头有无明烦恼。根本烦恼，有为无为统统放下了，不但六道没有了，十法界没有。一切诸佛除十报图存在之外，方便图、同居图都不存在了。所以通达有无这一句话重要，通达有无通通放下，自心清净就现前了。啊，虽然自心清净，他还修。这个修是表法，是示现，是劝导大众修行的，叫圆修完恨呐。啊，佛所在经教所教的，都能够依教奉行，表演给众生看。
什么身份？像《华严经》上五十三参，男女老少各行各业，全是化身菩萨在表演。啊，无论你是什么身份，男子、女子，啊，老人、小孩，不管什么身份，啊，不管从事哪个行业，华严经上佛菩萨来做榜样给你看，啊，就在你生活当中修行，就在你工作当中修行，就在你处事待人接物当中修行，华严境界，华严经妙不可言呐！啊，我们非常可惜，移民到澳洲来，这个经就停讲了。啊，当时在新加坡讲了三年了，我们离开新加坡十五年了，如果没有离开这十五年，这部经讲圆满无量功德，那是非常伟大的贡献的。啊，总是语言不具足，它有障碍啊！啊，众生没那么大的福报啊，障碍我们大心不能圆满。我们到这边来改讲《无量寿经》会解文啊，也好，也难得。为什么呢？这部经是中本华严，华严经是大本无量寿经，就是无量寿经的细说就是华严啊，华严的略说就是无量寿经，这阿弥陀经是小本的，这三部经是一部经，我们要认识啊，我们要依教修行，八万四千诸波罗蜜名门，圆修万恨，圆修万恨都收在一句佛号当中。诸位，好好去读黄念祖老居士的《报恩谈》，就知道了。啊，这一句佛号是八万四千法门，这一句佛号是圆满诸波罗蜜，佛号功德不可思议，千万不要丢失啊，丢失太可惜了。啊，那么三点呢，大慈悲为本，恒以运度为怀，有般若智慧，还要有大慈悲，大慈大悲。没有大慈大悲，你不度众生的。有大慈大悲，又有智慧，你才有能力，有德行，啊，教化一切苦难众生。怎么教化？做出最好的榜样就是教化。什么榜样？早年我们在美国成立第一个金钟学会，啊，实际上在美洲我们第一个金钟学会是在温哥华啊，加拿大的金钟学会，
圣何西的经录又是第二个，在美国是第一个。啊，我写了个缘起，提出行门五个科目。第一个，观经上面所说的净业三福，是我们修行最高的指导原则。啊，一定不能丢开，要珍惜我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，这是第一福。换一句话说，不孝父母，不敬师长，你们修行没根呢，没有善根。没有善根不能成就啊，一定要坚固的善根。下面修十善业啊，还有一句我们用道家的感应篇取而代之，就是慈心不杀啊，第一条四句话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。这一条是这条做人的根本，能够依教奉行，来生不会堕三恶道。啊，决定是人天福报，三福嘛，人天福。啊，这个从这个基础上向上提升，受持三规，居足中戒，不犯威仪。啊，我们对居足中戒，只讲在家讲五戒十善，出家讲沙弥律仪。我只讲到此地。啊，从这个再向上提升，发菩提心。深信因果，读诵大乘全经行者，净业三福，我们要做到啊！我们要做不到啊！净业的果报，往生净土没份呐、啊，这个要知道啊！不是开玩笑的。维提西夫人与他的五百宫女都做到了，所以他们顺利往生，而且往生的品位高啊。维提西夫人证得无生法忍了，啊，七地菩萨。啊，我们要相信经论上句句都是实话，绝没有一句话是欺骗人的。啊，不能不修。啊，由这之最高指导原则怎么落实？落实在六合敬。我们住在僧团里头，四个人以上在一起共修就是僧团，要修六合，家和万事兴啊，然后三学六度普贤摄愿，这是在美国净宗学会成立的那一天我做的报告啊，我们在行门要把这五个科目认真做到啊，这才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，才是阿弥陀佛的弟子。
那么下面说又居往生论，这个净土论就是往生论。天亲菩萨这里面说尽法菩提心者，即是愿作佛心。这句话问得好啊，你想不想做佛？不想做佛那就另当别论，想做佛呢，那就要有度众生的心。怎么度众生？给众生做好朋友，像海鲜老和人一样，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都是在劝一切众生做佛了。往生到极乐世界干什么？做佛。做佛干什么？度众生。度众生跟做佛是连在一起的，分不开的。啊，哪有佛菩萨不度众生的道理？只听说声闻，阿罗汉、辟支佛有不度众生。啊，佛跟大菩萨没有不度众生。啊，他就这么一桩事情。就是度众生。那么要度众生就要摄取众生，生有佛国土的心，那就是就专门修这一门，专门弘扬这一门，专门劝大家念佛往生净土，把净土这一部经讲清楚讲明白讲透彻，如同他到极乐世界去参观过，真正相信，没有丝毫怀疑，这才行啊！啊，所以见。既愿生净土，故先须发菩提心也。且愿往生之心，我们自己要发大愿，决定要往生。那不往生，我们不能成佛，不能成佛，度不了众生。这个心比什么都重要。这个心比什么都可贵，这个心一发，诸佛护念，龙天善神就帮助你。为什么？你不是为自己，你是为众生。啊，下面这一段长文是念老的解释。是曰：发心有意也，为有两类。第一类呢，行者于因地中，具法以下这三种心：一者虚实有无，了达从本以来，自性清净。自心清净，前面有说过了，这不再说了。至于摄达有无，摄为悟心之玄观。摄是认识，达是通达，事出世间一切法，什么是有？什么是无？对这个要没有认识，那你的烦恼盖得很重，不容易开悟。啊，老祖宗教导我们：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。
对于涉达有无的人来说，用读书千遍其自见，方法极妙，真的一千遍念完了，他悟了。啊，我常说小悟，再念一千遍中悟，再念一千遍大悟，再念一千遍大彻大悟。为什么？念一千遍是修定呢？只读这个书，字没念错，句子没念漏掉，什么意思不管它，只是一遍一遍的念，念上千遍，念上万遍，其意自见就通了。为什么通了？因为你得定啊，定起作用开智慧啊，自性本具的般若智慧通通现前。这个智慧是设方三世事法佛法一切通达，没有一样你不知道的，成佛了。这方法妙绝，所以你懂得这个方法，我想学没老师不要紧，你照这个方法无师自通，是真通不是假通。到自己通了之后再去请教高明，高人们给你印证，听听你讲的是不是真开悟。找不到高人怎么办？有办法，古大德里头高人多，你看古人的注解啊，这个注解一看跟自己悟的完全一样，证明你悟的是真，正知正解。如果你悟的跟古大德注解不一样，那就把注解放开，再念一千遍。古大德给你做证明啊！啊，这一部注解好啊，不是黄念老自己的意思啊，是八十三种经典里面所说的。110种祖师大德著述里面所说的，难得啊，他可以给我们作证啊，所以说真正大彻大悟，再看这个注解，完全通达明了。没有丝毫障碍啊！你讲这部经跟释迦牟尼佛讲这部经没有两样，啊，所以这就是释大有非常重要啊！你能够放下自信清净心就现起。二者呢，缘修万恨，84000诸波罗蜜们啊，用什么方法修？我前面跟诸位讲的，我们净宗学院所提出的5个科目就是缘修。5个科目就是84000法门波罗蜜浓缩，这5个科目展开来就是84000波罗蜜们。
不可思议。啊，三者大慈悲为本。恒以运度为怀，念念都想着怎么样帮助众生脱离六道轮回，脱离十法界，往生极乐世界去做佛。啊，你看，慈智三因能与大菩提相应，所以叫做发菩提心。念老的解释里头，发心有义是两种。第一种，行者于因地中具发以下三心，是有啊，自心本性，本性是大有。那么这个无就是心经当中心经所说的无眼耳乃至无知亦无得，一连串之无字也。有要放下，无也要放下，有无两边都放下。又就记大涅槃经啊，涅槃经中的话，如是逆顺，逆是无，顺是有，如超禅矣，佛告大众，这释迦牟尼佛说的，我以佛言遍观三界一切诸法，无明本寂，性本现土，于十方求了不可得，根本无故所因之业，皆悉现土，无明现土故，乃至生死老死皆得现土，一是原因，我今安住常寂灭光。常寂灭光，通常我们省的灭死叫常寂光。明大涅槃，无明谢脱苦啊，入大涅槃。此乃世尊最后慈悲微切之垂时，一切永明大师愿于无量劫薄皮为纸，细骨为笔，用血为墨，以书写此文，用报此恩者也。无明本无啊，知业何有，大妄本空啊，自性真心自性此皆无知之要义啊。什么叫知无？知无的意思就说的是这个。至于知有，宗门常云，
必须只有是德。又复大师兴亡灭里头，水中言味，色离交亲，决定是有，不见其心，兴亡一合，身内俱停，而门出入，应物随情，自在无碍，所作皆成。民众以比喻说明，当然个个自由兴亡，决定是有，应物随情，发挥妙用，但不见其心。这些话句句都非常重要啊，句句都是开悟的话。我们如果看不懂，不懂意思，我们在迷，没开悟。我们如果悟了，句句都清楚，句句都了然，很得受用。宗门是讲空，怕你执着空，堕到空里面去，所以跟你讲有，讲只有，教下都讲有，怕你执着有，所以讲空。啊，这教学不一样啊，众生根性不一样，执着不相同。佛法的没法，佛无有法可说，破你的执着而已。你执着有，佛讲无，讲空；你执着无，讲执着空，佛给你讲有，就这么回事情。啊，到最后呢？空有两边都放下，空有两边都现前。啊，现前怎么样？如如不动，不生不灭。这个境界微妙啊，这就是诸佛大彻大悟的境界。涅槃经里所说的一切众生皆有佛性，知有呢，就是知有此佛性，这句话重要啊。所以华严经上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没错，真的本来是佛，现在是佛，谁见到了？诸佛化身菩萨见到了。你没有真的化身，你不知道；真的化身，你就知道。众生跟佛是一体呀。佛有无量智慧，众生也有啊，本自具足啊。啊，佛有无量神通，你也有啊。本自具足啊！啊，为什么不从本上去找？从枝枝叶叶去找错了，千辛万苦，无量劫来都没有摸到啊！啊，大乘经里头叫我们从根本找。找到，你就生大欢喜，就成佛了。这一句我们把它念下去，先登路上说，所以古德都要人知有，若不知有，总是虚妄。
啊，怕你落在虚妄里头，那个问题更严重。啊，比落在执着于有还要难，那迷得更深。啊，比执着有还要深，他执着空，空有两边都不能执着。啊，空有两边都不存在。啊，这个意思很深。啊，今天时间到了，底下一堂我们再来研究。